唔使音樂噶啦，係。點啊？扮翻以前啊嘛。你而家都係同以前。喂，咁你講翻七號喎，七號參賽者，唔該，老公。七號你仲記得？要咁講噶嘛 ？OK， 好。各位觀眾，喺呢個時候，我今日變咗鞋星啫，所以有請。唔係，如果你表現得好，就唔係鞋星噶啦。係啦，嗱，準備咯，各位觀眾，我哋有請插住左邊個袋嘅參賽者，係七號嘅。哦，佢今日剪咗頭髮啦嚇。七號嘅參賽者周國峰。主持都未講你揀咩歌，佢所揀選嘅歌係李克勤嘅《月半小夜曲》，俾啲掌聲。因為仍然倚在失眠夜，望天邊星宿，仍然聽見小提琴如似睡，那飄動唯有只剩一温。留在我的身边，这夜没有改变，仍在说永久想不到，是这夜从未会要分。唔够气啦！小了一點，可以我覺得圓一點吧，老師阿肥，幫你教教他唞氣方法先。其實最重要呢，他一開個 key 的時候開低了，所以呢就是會盡年紀大的我不要了，給我擺了，給我擺了，這樣就要唱到天光。可唔可以感動你啊？你好感動我噶，真係噶，你好令我感動啊！真係，我見真你個樣子就好感動。多謝曬各位嘅評判啊！喺呢個時候咧，七號參賽者周國峰亦都係表現啦嚇。喺呢個時候，多謝曬我俾熱烈掌聲俾周國峰。我喺度想補充嘅咧，因為我亦都要好多謝除阿子明之外，就好多謝文濤，因為文濤咧就之前佢做咗一個手術。就是關於他的扁桃腺的手術，其實他大概應該兩星期前左右做這個手術，其實都是一個挺大的手術的。當時我 SMS 給他說希望他可以快點好，這個傻仔他做完手術之後就 SMS 回給我，跟著說死了，我不知道兩個星期之後身體可不可以復原，可以趕到你出席今晚的這個活動。在這裡我真的要多謝文濤，多謝老師。但你那條短信呢我希望即係各位星光家族的朋友哋啊，好好保養把聲嚇，最緊要身體健康。嗱，呢次有機會咧，可以親身咧，要同我哋嘅評判咧講下你哋對佢嘅感覺究竟係點樣啊？阿文濤，真係一個活嘅字典啦。有陣時候我會揀歌，我會同佢傾電話啦，同周傾電話啦。咁跟住係會佢會分析呢只歌點解啱，點解會唔啱，點解會揀呢只歌，呢個故仔喺邊度？呢只歌嘅優點，你可唔可以發揮出嚟？呢只歌嘅缺點，可唔可以避開佢？咁樣係，我收到多嘢咯。咁啊，周明先。其實我覺得亞洲星光大道係一個點解笑啊？令年輕人可以實現他們的夢想，實現奇蹟的一個地方。所以其實周國峰老師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星光的光環，他是我們在這個比賽裡面的一盞的明燈，引領我們去實現這個夢想，實現這個奇蹟。所以在這裡我們覺得我們真的要很衷心地向他鞠一個躬，向他致敬。我覺得都幾有趣嘅，大家問我講咧，非常之認真。我其實好想你都分享一下
譬如話你哋喺參賽嘅開頭對音樂認識，到參加比賽嘅途中到。